爸，我可以在这儿玩一会儿打滑梯吗？十分钟以后我再回家。当然好啊，佩奇，爸爸在这儿陪着你。耶，咪，打滑梯喽！哎，我要上去。哦，佩奇，佩奇，呀，我的宝贝，你快点下来吧，太危险了。啊，爸爸，怎么啦？你快看，这块的滑梯要坏了，很危险的。佩奇啊，你在这儿等着爸爸，不要让别的小朋友们玩，要不会受伤的。爸爸去拿个工具，回来给你们修一修。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好的，爸爸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太好啦，我要打滑梯了。苏西，我们现在还不能玩滑梯，你快看，这儿的滑梯坏了，我爸爸修好了，你再来玩好不好？哦，是这样啊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家了，佩奇再见。咚，我奥特曼今天没有任务，要玩一会儿打滑梯喽。奥特曼哥哥，现在还不能玩打滑梯，因为这儿的滑梯坏了，等我爸爸修好了你再来玩好不好？哦，佩奇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好吧，啾，佩奇，佩奇，爸爸回来了，快看，爸爸拿了个锤子，来吧，我们一起修滑梯。爸爸呀，先把这边的台阶一个一个的安装好。哎呀哎呀，不好安装，好了，安装了，然后拿个锤子倒一倒，把这儿结实了。行了，这下好了，佩奇，这下修好喽，小朋友们再也不用担心摔跤了，去吧，上去玩吧。哇，爸爸，你好厉害哦。